哈巴古书第一章，哈巴古先知所得的漠视耶和华，我恳求你，你不垂听要到几时呢？我向你呼叫，有狂暴的事，你却不拯救；你为什么使我看见恶行？有奸恶的事，你为什么见而不理？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，纷争和相斗常常发生，因此律法不能生效。 公理无法彰显，因为恶人把一人包围，所以公理颠倒。你们当看列国，要定睛观看，就会大大惊奇。因为在你们的日子，我要做一件事，即使有人说了出来，你们也不会相信，就是要兴起加勒底人那残忍凶暴的民，他们遍行全地，占领别人的家园。 他们恐怖可怕，自以为意，趾高气扬。他们的马比豹更快，比晚上的豺狼更猛。他们的骑兵奔驰，自远而来。他们如鹰飞翔，迅速吞噬。他们定着脸面向前骑来行暴，虏获战俘多如尘沙。他们戏弄君王，以掌权的为笑柄。他们嗤笑一切城堡，如雷攻去。 然后扫荡如风吹过，他们是有罪的，因他们以自己的势力为神。耶和华我的神，我的圣者啊，你不是自古就有的吗？我们不会死的。耶和华，你派他们行审判，磐石啊，你立他们施惩罚。你的眼目纯洁，不看邪恶，不能做事奸恶。为什么践行诡诈的人而不理？ 恶人拖灭比自己公益的人，你为什么缄默呢？你竟使人像海里的鱼，像无人管辖的爬虫类。加勒底人既用钩把它们吊起来，用网拖走，用渔网收聚在一处，就欢喜快乐，向自己的网献祭，对渔网烧香，因他们借此收获丰富，饮食充裕，这样。 他们倒空自己的网，毫不留情地继续杀戮列国。哈巴古书第二章，我要站在绍刚立在城楼，留心看耶和华在我里面说什么，怎样使我答复自己的愿诉。耶和华回答我说：“把意向写下，记在泥板上，使读的人容易明白，因这意向关乎一定的日期。” 很快就要实现，绝不突然。纵有迟延，仍当等候，因为他一定会来到，绝不耽误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。然而一人必因信得生。财富是奸诈狂傲不得安宁，扩张欲望如同阴间，又像死亡，永不满足。他们招聚万国，集合万民，都归自己。 这些国民岂不都用譬喻、讽刺、暗语指着他们说：“那些滥得他人财物的，满载别人抵押品的，有祸了！他们这样要到几时呢？”你的债主岂不忽然起来扰乱你？的岂不行起？你就成了他们的虏物，因你抢掠多国，杀人流血，向全地各城施行暴力，所以剩下的人也必抢掠你。 你这为自己的家积聚不义之财，在高处搭窝，以逃避灾害的有祸了。你剪除多国的民，反害了自己。你所谋算的，使你的家蒙羞。石头必从墙里呼叫，梁木必在树中应声。你这用人血做成，凭邪恶立阵的有祸了。众民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，列国辛劳而得的。 终归无有，这不都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？认识耶和华之荣耀的知识必充满全地，好像众水遮盖海洋一样。你这请邻舍喝酒，却把毒物混入，使他醉倒。我要见他赤裸的有祸了。你满有羞辱，没有尊荣，你也喝到露出下体来吧。耶和华右手的杯必传回来给你。 是极大的羞辱，取代你的尊荣。因你向黎巴嫩使用暴力，杀灭惊吓野兽，又杀人流血，向全地各城居民施行暴力，就必受到报应。雕刻的像有什么用处呢？不过是匠人雕刻出来的。铸造的像，虚假的教师有什么用处呢？匠人竟倚靠自己所做那不能说话的假神。 你这对木头说起来，对雅石说醒吧的人有祸了，他怎能教导你呢？看呐、啊，他包金镶银，里面却全无气息。然而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，全地当在他面前肃静。哈巴古书第三章，哈巴古先知的祷告配激动的音调，耶和华。 我听见你的声音，惧怕你的作为，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，在这些年间彰显。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怀，神由提曼而来，圣者从巴兰山临到，他的荣光弥漫穹苍，赞美他的声音响彻寰宇，他的辉煌如光，手中四射光芒，就在其中隐藏着能力，瘟疫在他面前行走。 灾病在他脚下发出，他站立震撼全地，他观看惊散列国，永在的山崩裂，长存的岭塌陷，他的道路存到永远。我看见古山的帐篷遭难，米甸地的帐幕金黄。耶和华，你骑上你的马，乘驾得胜的战车，难道是向江河发怒，是向海洋泄愤？ 你的弓显露，你的箭上弦，你裂开大地为江河，诸山见你而战斗，众水瀑流而过，深渊发声，举手高扬，日月停在本位，你的剑发射如光，你的矛闪烁辉耀，你激愤践踏全地，你怀怒打碎列国，你出来救拔子民，拯救你所高立的，你击打恶人的房顶。 使根基全然显露，你用他的枪刺透他战士的头，他们来如暴风，把我们驱散。他们的喜好是暗中吞噬穷人。你乘马驰骋海上，大水汹涌翻腾。我一听见就全身发抖，因这声音我嘴唇震颤，腐烂侵蚀我骨。我在站立之地站惊，我静候灾难之日。 范静的名上来，无花果树纵不发芽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无所出，田里无收成，圈内没有羊，棚里也没有牛，我却要因耶和华欢喜，以救我的神为乐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在高地上行走。教师班长。 用丝弦的乐器伴奏。